丹姐，你应该有很多爱意想要对粉丝说吧？好，我现在就要表达我的爱意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要给我粉丝100分的爱意。谢谢你的抖内！大家好，我是声破杯，今天是公费特辑哦，各位，我们终于筹措到一些傻逼死资金，那我们可以来参加那个什么小叮当科学园区。哎、欸，这个先收好，先收好吗？先收好，先收好。不会打破。Let's go。来，大家看看七圣兽在这里，迎宾七圣兽，我们的七大天使。那大象超级恐怖哎，眼眶旁边是发青哎。我觉得那骆驼比较恐怖。嘴都破皮了，你就给他拍拍一下，啊，安慰你一下，很可怜呢、欸，有限重啦、啊，这文主不能做了、啊，真的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文主，文主下去。哎、欸，好高级，还有隧，还有隧道会喷水的隧道，好色哦、喔，果然是小叮当科学园区，模仿人体内，好厉害，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含羞草，孩子，你含羞草测试的范围也太大了吧？果然是小叮当科学园区。来啊来啊，白兔快来，我带你去玩，我是 Alice。旁边弟弟还要快，你癫狂！你看我好快哦，我追弟弟他一米，跟不上我的速度吧，弟弟。弟弟，你有几个女朋友啊？你要等我吗？哎、欸，你这样等他，弟弟那么年轻哎、欸，我可能要喝 Kills 养颜美容，用他泡澡。好紧张哦，很重吗？这是你最性感的时候了。那我应该穿紧身裤来的。你要穿紧身裤、啊。有没有比屁牛还踩啊？这没办法快啊！怎么那么慢？哎、欸，你要一直踩啊，速度要起来啊！你看，给我过来拍拍看，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。屁嘞！真的，我等一下一定能比你快。好累哦，我错了。哎、欸，他说。大二了可以有炸鸡耶、欸，那像黑龙不是 KFC， 它可是不拉的哦。我都拉，上面会记你几公斤。哦，飞机六十，我没有，我东西有19公斤。你后面是行军是不是？对，我没有背步枪哦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可以称重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要破50了，要破50。没有50。有谁可以赢过我？跟不上我的速度吧！这是最 hit 的游戏。好，预备备开始。Yes！ 可恶，这是王者做降槽。作弊啊！我哪有作弊？好了，我们带着王者做降槽去溜。好，溜。前面那个好恐怖哦，好像轻轨哦，它上面还有苹果，它应该是牛顿。哎、欸，我们这集要被黄标了，对啊，怎么办？黄标战士，这是那个错位椅耶。对啊，我一直在地图上找它在哪里，可是我找不到椅子哎，可能还真没出狱吧。哎，危险！要小心，好，要小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到达记忆的核心了，哇！我们干大事，一定干大了。直接七吗？直接七啊！
朋友记得来这边体验哦。喜欢幼女的一级风，杀气儿是一级风，没有杀气儿是三级。哦，零食时间，零食时间，我还特别把它分装，羊羹，然后乐狗套餐。哎、欸，虽然吃不起。游乐园的套餐，那至少我们有软糖套餐。对，我们有德国来的软糖套餐，这是印尼来的。啊，这个很赞，妮妮补给证，谁教你？我表姐。而且你怎么记那么久？你会想喝个水吗？好啊，你有带吗？有，公费旅行团的信物。好，我们数到三喊出自己的超能力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速冻水壶。这一定要背在身上喝才行。啊，那小学生怎么吸得了了？啊，你吸之前，它会先有一个空气。好喝，我们赶快吃一吃出发吧。嗯。啊，好饱、哦。嗯。啊，你没戴帽子，你怕晒黑晒出斑吗？我可是有做防晒的，而且除了擦防晒不能省之外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。哎，什么秘密武器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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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iehl's 74极光净白淡斑精华。哇！好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做正事了。什么正事？干大事吗？哦哦，这是什么？每天大太阳狂晒，又怕脸会长斑，还好有 Kiehl's 切尔氏激光级净白淡斑精华，质地很清爽，好吸收。哇，淡淡的薰衣草就是疗愈。老师在说重点了，一定要连脖子一起擦，才不会和脸有色差，一边可以让黑色素加强代谢，快速跟老废角质说拜拜，还可以阻止黑色素产生，预防凝聚，加上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让你的肌肤喝饱水后超弹亮。吃柠檬美白太辛苦，淡斑精华里满满的活能 C， 遇到光不怕分解及氧化，日夜都可以安心美白。另外还有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和冰核糖蛋白保湿霜，让你的皮肤更上一层楼哦。刚刚老师讲的都会考，那今天就下课咯。终于结束了，正式讲解完，赶快穿上去，弟弟要受不了了，喷鼻血，喷鼻，小葫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白雪公主的梦境？白雪公主的梦境是一个滑梯加一个洞穴，我觉得滑梯还是粉红色，对，好色哦，好色，一点也不刺激啊。你的屁股不行，它擦摩擦力好大哦，我都能用走的下来。擦啦，血套奇幻旅程，白雪公主血得好干哦，好晕哦，好恐怖哦，我好晕哦，超级晕的。你可以倒退走吗？有没有是摔死？九九九九。我在侏罗纪世界里面，这些是阿凡达里面的水母。吓跑了！终于到我们最后一个设施了。哎，泰山猴，这个叫背肌猴。背肌猴，我等一下来看看我有几分贝。好，好啦，好烂哦，七九，好烂哦，可以了吧？不然你吼吼看。好，
今天玩完这些设施，你觉得小叮当乐园如何？很好玩，跟以前的回忆差不多，可是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惊喜了。哦，然后有些新的设施，我觉得反而没有以前的好玩。对，我觉得它最经典的还是倾斜屋那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嫌自己不够白，或是情人节不知道送女朋友什么的话，现在买金盏花化妆水还有淡斑精华，就会送一大堆赠品，有够便宜，有够划。然后资讯栏还有有关淡斑精华的抽奖资讯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影片看到底就好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情人节，嗯，你应该有很多爱意想要对粉丝说吧？好，我现在就要表达我的爱意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要给我粉丝100分的爱意。谢谢你的抖内，九二而已耶，哇，好厉害，差八分啦，你比火车还大声了。瓢，哎，好久没看到瓢虫，飞走了，它飞走了，它是不是受伤啊？它好可爱，在地上，我怕它被踩死。那你把它移到草丛。好。好，加油哦，长大哦，是神秘吧。